文，你流鼻血了，你醒了。 你怎么找我？怕找到你，才6点多。昨天晚上有没有气到你？有，我紧紧的把你抱着，才没有掉到地上去。 小苏，吃早饭啦！别理他。赶紧的，今天我亲自下厨，让你们俩好好补补身体。来啦！来啦！ 营养早餐，谢谢爷爷。这是黑豆糙米粥，这个是啊红枣莲子羹，这个鸽子汤，都是大补。这是鸽子汤啊，爷爷。你在这个鸽子汤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闻上去奇奇怪怪的？我放了灵芝和野山参，特别有营养。我是跟小孙阿姨特别学的，你们喝来。小苏，多喝点，你看怎么样？尝尝。 爷爷，其实您不用那么辛苦的。我们平时早上店吧一些包子、馒头什么的。就是就是，而且我们又有食堂。食堂的饭怎么吃啊？哪有我这个有营养啊？爷爷，我们知道您是好意，但是您这些该不会是什么黑暗料理吧？哎，我算明白了，爷爷岁数大了。 起了个大早，给你们熬的营养早餐，你们都不爱吃。不是说的，我喝。好喝吗？好喝，<笑>特别好喝。<笑>枣泥高，来尝尝这个。好嘞，爷爷，你看我也喝。 好喝，好喝，好！爷爷天天给你们做，吃啊。 文，你流鼻血了。